孙子，土和车。使用坤字法，居然远胜我用的法术，找不到任何破绽。李四，孙烈，逊子，向他功德。不对，你说反而越长越灭。不对，是用树来挡火。不对，不可能，这不是奇门法术。四盘和合阵，这是武侯家的四盘和合阵。这本是与人交手斗法中，吸收对方和自己用功后飞散出的能量的阵法。问题是，怎么才能把飞散在场中的气给收回来？真是个会玩的姑娘啊。冯宝宝，把你嘴里的吐给我。好歹是揉上了，胜者冯宝宝。这坑是给我准备的吗？不，埋人是不对的，咱有事好商量啊。你咋还倒水呢？追根兔天后道，一定没逼你，你爸会完成天后神体之前，特别把死。而且火锅虽被吐，会产生一种吸力，会吸掉两种奇怪的气力，是叫太极吧？反正就没法钻出来了。我去，你这个材料了？没啥子，为手术而。我再调整调整高度，把你脑壳露出来。真是麻烦呢，看来我得开个盘逃脱了。聚气，乱筋。不好意思啊，萝卜吃多了。乱筋吐。咋回事？感觉刚刚怪怪的。那我就交给你了。吃不下，就得硬吃了。为什么你在所有选择里，选择了最烂的一个？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无论是什么结果，我自己扛。你知道是什么责任吗？你扛得起吗？我现在要做，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。对不起，辜负你一番好意，王道长。谈不上，我是来给你选择的。不能替你选。哎，王爷，你去哪儿？没看到那盘里的馒头吗？这小子已经赢了。
你还真是没有白挨打，这就是我宇宙迷的威力。不过我也就是运气好罢了，你飞刀的速度很快，没想到你会对我手下留情，我真的不太理解。就是觉得舍不得。My heart.